蔡奇的自得分率 3.86， 这个球打击出去来到了左外野方向，看起来是不用追了，特大号的全垒打，曾守文八局下半炸裂，这一发全垒打让中信的球迷等了蛮久的时间，但现在给了中信更多的喘息空间。也多了一分保险分哦，球速领先设定球路积极攻击哦，这一个有趣的是一夯到就知道留不住了。今年球季的第八发全垒打，现在比数也变成了6-4。哇，这一发全垒打到底让球迷等多久？上一次开轰是6月2号，两个多月的时间哦。下半季的第一发红不让在主场出现了，刚刚击掌哦，也走下来蛮用力的哦。回顾一下刚刚曾守文开轰的片段，完全逮中，对。相当帅气的目送球离开，就是打在大荧幕的下缘。嗯，毕业总算一点惊一点，动作突然这么大，我看到毕业教练还在甩手。